本视频由 Manual 音箱赞助播出。噼里啪啦咚，就爱比比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蛋蛋。蔓延了一周的勒索病毒好像销声匿迹了，错觉。6月2号，360手机卫士发现了一款冒充时下热门手游《王者荣耀》辅助工具的手机勒索病毒。和电脑一样，该勒索病毒被安装进手机后，会对手机中的照片、下载、云盘等个人文件进行加密，并索要赎金。该勒索病毒可能使用软件命名，包括《王者荣耀》辅助或《王者荣耀》粘钱版安装包等。目前，《王者荣耀》官方已经给出感染手机的解决方案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去官网下载正版软件哦。大家都知道，目前手机芯片的最高配置是骁龙835，不过搭载这款芯片的手机一定最好用吗？最近知名安卓手机垂直媒体 AP 对比了华为 P10 Plus、 索尼 XZP、 三星 S8 Plus、 HTC U11、 LG76、 谷歌 Pixel 几款手机，测试结果令人惊讶，速度进入第一梯队的是华为 P10 Plus 和搭载安卓 O 系统的 Pixel，其次是索尼 XZP 和三星 S8， 垫底的是 LG G6。 看来手机好不好用不用太纠结于芯片性能，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大家觉得呢？根据日本媒体消息，日本一组研发人员开发了一套电子轮椅，用户可以通过舌头的一系列动作来对轮椅进行操作。与之前需要把传感器放入口中的电子轮椅产品相比，新研发的这款产品将会更干净更舒适。它通过脸部肌肉产生的微弱电讯号，再由连接下巴上的电极硅胶片来向计算机发送信号。当舌头沿着某个方向移动时，计算机能识别信号并指示轮椅沿着舌头移动的方向移动。一位有趣的网友说，打个喷嚏就直接掉玻璃啦。上周由于天气的关系， SpaceX 不得不推迟龙货运飞船的发射任务，不过周六该飞船终于成功升空，这是 SpaceX 第11次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这艘飞船曾经在2014年执行过往返于 ISS 的任务，也就是说这是对飞船的再一次重复使用，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太空任务。现在得益于 NASA 的视频流媒体平台，人们可以观看 ISS 拍摄的龙飞船飞行画面。好啦，今天蛋蛋就跟大家比喻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品康科技的微信公众号，了解最新资讯，还有各种好礼等着你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